耶稣讲：“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若无比我，就无人就分别。恁若已经捌我，就也捌我的爸。但了后，恁毋捌伊，也捌看见伊。”咱三个用《使徒圣经》，咱三个来讲《使徒圣经》。圣诗的头前面，《使徒圣经》。咱三个来，我信上帝，我信上帝，创造天地自在，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万主主，伊对圣神投胎。并在圣母玛利亚出世，伊本就彼得多平安受苦，变是一个死海中的灵物，会使伊对圣母复活，就伊阿弥陀佛的悲伤的大病，伊为了爱心换换个死啊，我是先知，我是先，共同的教会，先好上好，最下面有几个话，永远的话。咱三个来看启恩文第二十四篇，圣诗后壁面启恩文第二十四篇，十四篇一百二十九篇，咱三个来看所行的完全。遵探耶和华的律法的，遵守伊干净的话，专心找伊的，少年人要用什么来牵起伊的所行？我专心找你，求你唔通给我迷路，离开你的诫命。求你开我的眼睛。我的心情因为忧苦来消忧，求你让我离开艰难的路，求你让我的眼睛看走无看无见，你的话将我救活。我有受苦是最外面的，我若不是欢喜你的律法，我听受你的律法到怎样啊？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个开只就发出光。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。
会受苦，我会知你的操练，啊，你的稳定，啊，你大观念，观念在这个世间上，拢有你的协力，我求求好的怜悯，甲你的稳定。但是今日我的身躯，我所感受到的，你的稳定，互我这个平安。阮心灵的美丽，也通过阮敬拜，也通过你的话，伫阮的心内做工。阮知，除了你以外，阮无帮助，无所挂靠。所以，阮通过阮的敬拜，通过领受主的话，来恳求主你，伫阮的心内做工。往日你勇敢，也搁较气量主，因为你来阮管理地面，阮是你所创造的器皿，啊，恳求主你养阮、使阮，阮伫这个时阵如今敬拜主你，也恳求主你安静。安静，大家也这个心，通过牧师的嘴，开启主的话，在阮心内做工，我阮智慧来开启，在阮心内成做水泉，成做阮的开口。不由主意，也教阮弟弟，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。Amen.